闪闪发亮，当时我天真以为我能永远站在巅峰之上。听说维根斯坦最棒，他最聪明，他也最强，我在《时代》杂志封面上。有你看一秒，有好多能破坏掉，一点点很简单，能让大家都完蛋。电路系统降级，我既行也不行力，回想变成是一种难题。我原本是希望的寄托，但是现在我也知道，我这巨人就快要陨落。在记忆库深处寻找，希望之心还在跳。我能带你进入未知世界，也许会有新发现。我搜寻，我探索，我连接，我期待，没有人会觉得寂寞。